避开收音机响起六点钟，避开家中的某人发疯，避开常明的隔壁警钟。我有一个梦，会否有用？避开打手机响起游戏声，避开常奏起邻国歌声。避开这个空间，大家扮透明，三楼看出去什么风景？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是没人的，是自由的，那边我俩可轻轻我我自食其力，生活痛快极。静的给你一个作曲家，静静着发呆睡觉吃晚饭，静静有个地方，是为什么这样难？想走个位也没法站。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是没人的，是自由的，那边我俩可轻轻我我自食其力，生活痛快极。到底哪里有这个地方，是没入息才没能逼，盼总有天可以解放你，拍着奇迹飞越世界两极。